等一下，小兰，你为什么不选我？你还敢问我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，随意丢弃废机油会污染环境，甚至还会吃到我们自己的肚子里面去？哎，其实回收机油很简单，你只需要指定的回收机油桶、标准和其他液体，然后送往指定的回收中心就可以了。你连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到，还怎么给我幸福？来，亲爱的，我们继续吧。No！欢迎参加角色费友换礼品活动，详情请致电62268626200。